彰化县政府十七号早起伫原住民生活馆办理原住民团圆贺喜迎新春甲正能宣导活动。馆长王惠美祝福每一组的人新年恭喜，诸事如意，新年旺旺来。现场冒彩活动甲各项正能宣导，提供现场乡亲更加了解馆政业务，足热烈的。祝福大家金猪年诸事吉祥，诸事行大运，大家新年旺旺来，好不好？彰化得天独厚，我们十六族里面有十五族的族民都在我们彰化，那所以说相对的未来如何让我们所有的原住民朋友能够像惠美所讲的一生一世美家园哦，在这块土地上好好的来这个努力，来把我们的这个根啊，这个定在这边啊，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一环哦。那我们呢，第一个也会来努力，让大家在工作的这个权益问题受到保障，也会呢加速让大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职业训练呐，以及呢这个职业的这个转介方面，让大家能够更加的顺畅。啊，我们原住民朋友，参加的非常的踊跃，而且大家时间也都提早来到这个地方来，大家然后一起相聚在这个地方。那今年呢，我们也县政府呢各级处呢，也都来做了业务的先导，因为我希望这样的业务先导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因为让更多的原住民了解他们的福利政策，他们的权益在哪里，让大家的感情能够凝聚，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彰化人的热情，大家共同为生活圈来努力，美好彰化，希望城市，我们未来一起打拼，他们一起能够在透过原住民生活馆的平台，让他们生活、教育、资讯、学习都能共同来分享。王馆长甲来宾贺敬传统的西雅酒，拜年互相讲平安。祝福家家户户拢会当丰衣足食。阮族民天生就是有真赞的歌舞细胞，感染到现场每一个角落，活动闹热而且欢乐。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